算有信心啦，就是可以入围就真的很幸运了。那对啊，就很幸运了。非常幸运。那想问今天两个一起出席，那小孩怎么办？小孩那个有，其实我没有带在身边，他在附近等我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我们待会会去跟他汇合一下，安抚一下他。他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等着爸爸拿奖。就5/1的机会啊。对，谢谢。谢谢。